他听了冷笑话，冷到发抖。用干冰玩桌上冰球游戏，看谁拿冠军。飞起来了，为什么泡泡可以悬空漂浮？瓶子捞空气，为什么把火浇熄？液体里面放干冰，为什么瞬间变色？母汤哦，存放干冰要小心。锁定这集拆开学，带你一起了解干冰很冰不是冰。